今天的气温比昨天更高，现在已经达到了42度，已经下午这会儿了还40多度呢。你看看那边那个狗啊，昨天游了，在水池里都玩了一次了，今天的那个这一批就今天还没玩，没有洗呢。让拉开开始啊，拉开你看热的，短毛的狗都热成这样了。嗯，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了。 澡堂子了，我还是估计是猛一扔的原因。我估计进耳朵里边的那个水。呀，这行不？别跑了，拉黑。跑了就飘了，差点凉，它差点凉凉，吓死我了。 先让他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。等会儿。过来。也有可能让他屁股先下去。现在不知道他，扭伤的一下给呛着了，呛着他也没喝水，他只不过就是耳朵那块，头一下扎进去了，是进耳朵的水还是咋回事？第一次见啊。 这狗天生生下来之后都会游泳，大家也知道都会游泳。每年拉黑都游啊，为啥这一次把它放水里之后，它就光偏着，沉下去了，往下沉。一会儿你拿啥吧，拿牵引绳，我搂着头再试一遍，看啥原因到底。闭嘴！拿牵引绳，你把屁股整进去，我把头拎起来，咱试一下。 慢点，这次慢点，好尾巴，好尾巴，哎，走，在这泡一会儿，对，这样行，这样行，他不想在里边了哈。先让他泡一会儿，泡一会儿。来，先试试，先拉牵引绳，来，先来。 只要是能在里边就没事儿，让它泡一会儿，别抖，这水对于它来说可能有点深，深是肯定是深，那不应该呀，它以前游的很好了，嗯，下去，对，有绳子，没事儿，你游啊，你都是游啊，以前拉皮玩的时候水量没有这么高吧？没有。 难道说斯坦福不会游泳？你试试，他进去就偏，不是你就这样，拉着他，走，让你降会水。走，下去。哎，这会儿应该没事了。 来，过来拉开，来。啊，可以了，吓死我了。啊！你会游泳，我以为你不会游泳呢。哎，会。
不行不行，拉开这位不行，对，拉开说，这个水有点深了。就这样洗洗吧。泡一会儿，泡一会儿。这咋整？年龄大了，咱游不成泳了。没事儿，粉嘟嘟的。还行。啊，没事儿。啊，泡一会儿，泡一会儿。你这是咋整的啊？咋了？不想在水里玩啊？因为他老是往下躺，一躺的话头都沉进去了。你看他站起来之后啊，老是往后躺。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你拿着牵引绳给他中间转一圈。我别让他转了啊！一会儿咱直接把海豆放进来，一块儿的。啊，是是是。放出去，回去，让他回去，让海豆进来。嗯，咱是测试一下，看斯大福是不会游泳，还是拉黑他在水里边不会游。嗯，啊，吓死我了！回去吧，咱别泡了，就这样就行了。走走走走走，直接回去，直接回去。